你还在吗？你怎么知道？不仅仅是因为你手上的手表，更重要的是。是什么？你身上的味道，像阳光一样温暖的味道。如果我不需要盲杖了，又有什么理由留住你呢？我不知道，所以只好对阳光保持警惕，装作一切如旧。那是第一次看见他，比我想象中要好，甚至更好。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买点东西。嗯。哎，不好意思吧。没事没事。时间就是这样凑巧，我好不容易接受黑暗，这个世界又亮了。我辗转反侧，决定坦白，却又被逮正着。有些话只能自己说，被撞破就百口莫辩了。你喝水吗？嗯。最近怎么样？现在的生活还习惯吗？总感觉特别的神奇。其实我早就知道那天你看我的眼神是不一样的，明亮、生动、美丽。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呢？因为相信，我相信你，你一定有自己的理由。但我更相信我自己，相信我对你的感觉，你看得见或者看不见都不影响。所以你要记住，以后不论变成什么样子，都不要把我推开，因为只要是你，我都喜欢。찾아낼게내가널알아볼게네가힘든고도무슨모습이었던지꼭알아볼게
我们常常会问，你爱我吗？爱我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标准答案在哪里，我只知道在你的怀里可以老去。